大家好，我是公民党梁兆新。在这里就我们觉得即财委会拨了一笔1亿元给他捐款的话，我们是担心的。因为我们不知道那1亿元是几时落到他这个居民手上，就是灾民身上。所以我们呢就是即这个监管呢，因为林郑说监管没办法。所以我們就要支持就是地區的即是香港的團體，香港的 NGO， 他們是有心有力可以是將他的錢是拎到去這個民村那裡是就賑災的。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我們是支持這個公民黨，支持這個其他香港的 NGO 紅十字會，我們支持這個樂施會和香港復康會，他們是將這錢是捐給這個災民那裡。好，謝謝。民主黨。